下面请您欣赏《济公传》，表演者郭德纲。那我早发现了。一山傍水，小河沟，小庙在山头，问菩萨因何道作，叹众生不肯回头。我不敢高台教化，也无非纸扇长衫这脉脉风流。这个就给一回啊，不能多给啊。你看看，哎呦，攒了一年钱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这是有钱人，他戴仨口罩，嗯，那个没戴口罩的都戴上啊！哎，疫情期间听相声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安全也是重要的。把我那口罩也给我拿来吧，咱们得保证安全啊！刚才是我俩徒弟孟鹤堂、周九良。说的这是传统相声，叫拴娃娃，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换上我来啊。刚才主持人侯震说了，我要说一个《济公传》，也不知以前您各位听过没听过啊？有听过的，好，谢谢吧啊！你看这个走了，是因为他听腻了，你不要让我记住你。大胖丫头，逗着玩呢，没事啊，不爱他啊，我是不爱他。说相声、说书，其实就是跟观众聊天儿啊，您各位开心了就好。《济公传》是一个传统的节目，我这些年陆陆续续也说了不少了。好多人都埋怨我，说书不说完了，给人挖坑，也说得我可难过了啊！你们说的对，坑中自有颜如玉，坑中自有黄金屋，挺好，是个乐趣啊！这个听我的书就得有过日子心。《济公传》这个故事发生在13世纪，啊，中国那会儿正是南宋，济公他老人家。现实生活中有这个人啊，本人叫李修缘，出生在1130年，如果活到今天是890岁，过了12点891。哎，我都佩服我自己，这个玩意儿说出严谨就在这儿了，不能让人问住了。本人是有这么一位，当然后来啊，经过这个小说啊、典故啊、民间艺人的渲染呢，哎，把他老人家哎说成一个神仙，古稀天雷音寺如来佛的弟子，降龙尊者，将士临凡，就是觉得天下呀，南宋那会儿刀兵四起，老百姓不容易，让他老人家下凡来，转化为一个癫僧。癫僧啊，就是跟您想象中的高僧大德是不一样的。人家那个一出来啊，他老人家一出来呢，他一出来你就能闻见，他身上有味儿，也不洗脸，也不洗头，也不洗澡，他说嫌水脏，啊，头发呢一哈来长都立着，身上都是泥，衣裳也破，拿了一破扇子，看过电影电视剧的，您各位都有这个形象，咱们就不多介绍了。之前说《济公传》的时候，我挖了很多的坑。来之前，我在路上还想，我是不是需要把坑给大家填上？哎呀，想来想去，都到北展门口了，我也没想起来该填哪个坑。坑太多了啊！得了，说了哪儿是哪儿呗啊！好在您各位呢，也都是老主顾，也没人跟我见外啊。这个。就从今天说，济公就来了。你看这本说书就快啊，
哎呀，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唱戏的跟台上，哎，转一圈就如同走了几千里地了。说书了呢，就这一句话，哎，春去冬来，一年就过去了，快，不能墨分，墨分让人笑话。济公来了，上哪儿去呢？他出家是在灵隐寺，出了灵隐寺，往东走，拐过弯去，就是一趟很热闹的街。在街口这儿有一小酒馆，两口子开的，姓张，这男的就喊他老张，家里还一媳妇儿，媳妇儿挺款式，两口子跟这儿做买卖，也没有什么成桌的酒席，也没有，反正眼前的菜能给你炒两个，喝点酒，拍个黄瓜，弄个花生，切点卤菜，干这个。这个罗汉爷啊，跟他很熟啊，今天来了，往这一坐啊，先把鞋脱了。他那个鞋其实也不叫脱，就是一甩，因为什么呢？前面张嘴，后边没根儿啊，坐在这儿搓自个儿这脚啊，一边搓呢，一边跟老张聊天。常听这个故事人都知道，这罗汉爷嘴里说话不利索，常年不刷牙，嘴里黏，啊，搓着脚跟老张聊天。是，你买卖的挺好啊，啊。老张跟他认识，是托您的福，生意还不错。你得注意点卫生啊。你这饭馆饭铺闻着有味儿，您脱鞋之前没味儿是吧？我你这说话怪噎人的啊，哎，没有您那噎人啊。这给我弄点吃的。哎，您坐着吧，我给您烫壶酒去。老张烫酒去了，老张这媳妇过来了，胖啊，罗汉爷有日子没来了，我那个想让您给我们看看，第一是生意不好，第二最近我们家可能不干净，是不是有脏东西啊？你说怎么的了？哎呀，我坐那凳子裤衩就折了，往床边一坐裤衩就折了，上我们家阁楼裤衩一下子梯子就折了，是不是闹妖精啊？你这个娘们太胖了。哟，您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瘦下来就都解决了。不是，你看我这瘦不下，我现在我都自己摸不着肚脐眼儿啊。那没事，那我能帮你啊，我给你做法啊，两种，一个是简单的，一个是复杂的。哟，您说吧，怎么能简单？这简单就是我替你摸肚脐眼儿。哟，哎，怪害臊的。我得自己，你看我现在我够不着肚脐眼儿，我得自己摸才行。哦，那我给你做法啊，做法你坐别动啊。妈你 BBQ。好像他不是怎么念啊。我念这有烧烤的味儿啊。我哪知道怎么念嘛，念吧。念了一句咒语啊。傻了老张的媳妇儿。陆汉爷，这什么意思？我给你做法了，你现在伸手，你俩手哎肚子一边多给你变出一肚脐眼来，好不好？你现在趁仨肚脐眼儿。我老张媳妇气的，那管什么用啊？我要什么些肚脐眼儿干嘛呀？我，你看这我们这神仙杨二郎就三只眼，三只眼睛仨肚脐眼儿管什么用？这是啊。那你给我弄点吃的，我一会儿给你聊聊。嗯，这正说着呢，又打这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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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一小伙子，20来岁，就这张脸一点人色都没有，没有血色，走到这店门口啪趴在这儿了。还有别的吃饭的呢，门口还有人呢，都愣了，过来拿手一摸这鼻子这儿没有气儿，吓坏了。哎呦，老张快来，你们两口子快看看，你们这店门口死人了。老张过来了，
媳妇儿也看看，俩人直抖了手，干了。这买卖怎么干呢？对吧？你这个店门口死人了，这个玩意儿，这就说跟咱没关系，你处理这个事儿也会很麻烦呢。啊，都傻了，啊，老张也傻了，这媳妇儿也傻了。旁边就有那聪明人，老张，那意思，活佛在这儿，跟罗汉爷说说，啊。老张赶紧过来了，罗汉爷，你看这个，这怎么办？啊，不是您，您，啊，我怎么，不是您没事，那个，哦，这个呀，对，您多受累多受累，哦，给他也变俩肚脐眼儿，他变俩不管用，他得变一身，就算是乱枪打死的了。啊，一身的枪眼啊！我说罗汉爷，您看这怎么办？我这买卖没法干了。这切开了，我来啊！过来了，拿手啊，在这死人鼻子底下摸了一下。哦，死了！哎，是我们都知道啊！您看这怎么办？这报案的，别喊！您看您有办法没有啊？佛法无天，您老人家受累。哦，行。小哥哥家住在何方？光鸡躺下地冰凉，贫僧渡你西天去，死的别处又何妨？起！说了声起，啪！这死人站起来了，啊！冲着济公抱拳拱手，转身奔这边腾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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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老张一撩衣裳就跪下了，我谢谢您，您是给我捡了多大的麻烦呢！啊，我给您磕一个，你起来，起来，别，不用，不用，不要紧的啊！你呀、啊，其实刚才我就想告诉你啊，你命中有这么个麻烦事儿，但是呢，我看着你呀、啊、要发财，你现在去趟清波门，清波门是杭州啊西边的城门之一，你到清波门买一个猪头，他那有一卖猪头的。15斤4两，把它买回来，我送你一场荣华富贵，听见了吗？哎呦，我不指望发财，你快去！哎，那个、我先溜达溜达啊，一会儿回来我吃你们家这猪头。罗汉爷站起来往外就走，奔这边溜达。人两口子得商量啊，让咱去买猪头，买不买15斤4两？说买回来一场荣华富贵，买吧。买可是买家了，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这胖媳妇说不要紧了，你看我这儿摘下一簪子来，银簪子，你先拿着这个去，人家要钱的话就把这个先给人家，多退少补啊，把猪头拿回来看活佛说什么。老张呢这儿去买猪头，罗汉爷出了门往这边溜达走了没多远，这儿有一个卖药的，这小子30来岁站在这儿，哎，那个眉梢眼角都会说话。列位，我起个事儿，这跟前就围着不少人了，看着他。我起个事儿，叫我这个药呢，跟您各位说，最次的东西都是琥珀珍珠合出来的药，全是好东西，百病全治。我要是说瞎话，天打五雷轰。罗汉爷就站在身后，听着他这说，我说瞎话，天打五雷轰。济公点点头，这轰，话音刚落，咔，就这雷在这主耳朵边啪一声响，咣当就坐地上了。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哎呀，这个年头说瞎话都不容易啊。买药的全跑了啊，就剩他一人跟这儿哆嗦呢。济公乐了，哎，你说实话，你是不是骗人？哎，我没敢骗人，还没敢骗人，没骗人，雷怎么响呢？你说你那个药里边是珍珠和琥珀做的，真有这两样吗？我跟你说实话，我妈叫珍珠，我爸爸叫琥珀，他俩在家拿切糕做的这药啊，所以我觉得我说话不可能，你少来这套啊！我可告诉你，再说谎你可是一场人命官司，把你卖那钱都给我吧啊！不是，你怎么还抢我？这废话啊，给你消灾免祸。打他身上，把卖假药的钱拿过一包来，
为什么拿他的钱？后文书是有用处的。这时候告诉他，你得学好，不能坑人害人，把他打发走，再回来要吃炖猪头肉。买去了吗？真买去了。老张到这清波门外十字路口，正好看见杀猪那儿肉架子上放着一猪头，过来一问，这个多少斤？好，刚腰完15斤4两。嘿，就是他了，我要了。好嘞，啊，拿钱来吧。我没带钱，我这儿有一簪子啊，我拿这簪子先押给你，回过来咱们再算。哎呦，你等我一会儿，说了声你等我一会儿，捂着肚子，肚子不舒服啊，等我一会儿。斜对过不远就是一厕所，老张转身就奔厕所，到厕所方便，完事站起来一系裤子，一抬头，墙上有一大钉子，钉子上挂着一个包，黑布的包，拿手摘下来一掂量，心说这里边是什么呀，也没往心里去，就拎出来了。这一出来外边没人，咧开缝一看，好家伙，全是银子，上等的雪花银子。哎呀，我的天哪，啊，我这谁的呀？看看周围没人，正着急呢，买猪头的过来了。哎，你先拿走，我那个差不多了，就剩一猪头了啊。那个想着明天咱把账再算一下吧，差多差少再说。哦哦哦，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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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去吧。拿着猪头，拿着装钱这包回家，来到家里边，媳妇还等着呢。买来了吗？买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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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快快快快快进来吧。把猪头找一盆先泡上，又把这打开了，你看看这个。哎呦，现在买猪头还送银子，你闭嘴。嗯，那买卖还干得了啊？啊，猪头多少钱？送这么些，你哪儿来的你？我在那儿捡的。我在那儿一出门厕所，把这事儿一说，媳妇坐那儿就愣了。往好处说，罗汉爷说了，有一场荣华富贵；往坏处说，这是谁的呀？这俩人心眼不错。你这样吧，我说老张啊，你回去再问问吧。你说呢？万一人家施主跟这又哭又闹的，是不是啊？要实在找不着，咱们回来再问问活佛怎么办。你说的也对，那我去。拎着银子又回来，走都差几步到厕所这儿，一瞧厕所这儿围着一帮人，有人说了：“哎呦喂，这是谁上吊了？”老张就愣了，啊，上吊了！噔噔噔噔几步倒进去，分开众人一瞧，厕所里边挂着一位，人都凉了，怎么回事呢？一问呢，跟前有人说了：“不知道呢。”来这么一主啊，刚才跟这儿又擦眼泪又跺脚的，说银子丢了，完事上吊就死了。你这事闹的啊，也不知道是谁呀、啊。那算了吧，大伙儿都这么说。老张一身冷汗，打人群里边出来，上哪儿去呢？先回家吧。啊，来到家，他跟这罗汉爷一块儿来的，济公打这边过来啊。哎，那个罗汉爷，对。15斤4两有吧？啊，是，这不光15斤4两，还挂着一个100多斤的。嗯，啊，那就对了，快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进来了。啊，吩咐老张这媳妇儿，把这猪头给我炖上啊，我给你们俩瞧点东西。媳妇儿这儿炖上猪头，他这边拿出两张画来，你们俩看看吧。一瞧这画上头一张，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地上还跪着一个人，第二张画呢，厕所里挂着一个人，旁边有人拿着一个包袱。罗汉爷乐了，你看这头一张了吗？嗯，拿着刀这主是个江洋大盗，跪在地上这个人，老张就是你上辈子，上辈子他把你杀了，把你身上带的钱都拿走了。你再看这第二张画，上吊的就是上一世的江洋大盗，他欠了你的，躲到天边他也得还你，所以这辈子这点钱还得给你，他上吊了还你条人命。哎呀，两口子听完了顺着脊梁沟冒凉气呀、啊！阿弥陀佛，人不能亏心呐、啊，走到天边报应也是有的呀。
哎呦，罗汉爷，我们这谢谢您，那这个钱这留着啊，留着好好的花啊，别浪费，你们就隔三差五给我买肉就行了。嗯，打这儿吃饱喝足了，这儿一出来，刚一出门拐个弯去没多远，又打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刚才那死尸又跑过来了，啪，摔在罗汉爷脚底下。济公看看他，这是迷路了。贫僧渡你西天去，死的别处，奈何妨？走你走。嗯，这又站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那边去了啊！活着时候啊，都没跑这么远的道啊，跑了。这儿一拐过弯来，有个小河沟，往这一走，在河沟的边上坐着一老太太。这老太太得50来岁，穿的衣裳很破，就坐在河边这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儿啊。和尚乐了，我就找他来了啊，高兴。走到跟前一撩衣裳，跟老太太做一对脸儿啊，你挺好的。老太太正哭着呢，哟，怎么呢？来一和尚，穿的挺破，一提鼻子还挺臭啊。啊，我不好，别着急啊。我就是找你来了，我有事要跟你说。正要说着，又打那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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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死人又跑回来了，啪摔在跟前儿。和尚直做压花子，打旁边撅了一根树枝儿，这儿啊，在地上画图，起来往这儿跑，往东去，拐个弯，一直上那边去啊。路北有一大门，推门就进就行了啊。嗯，走走走走，你走。死人站起来啊，噔噔噔噔噔噔，按着路线走了。老太太都傻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别管怎么回事啊，你说说吧啊，你为什么跟这儿哭啊？不是我儿子呀，可能是让妖精给迷住了，我眼瞅着他就活不了了，我们就娘俩过日子。他要是一死啊，我活着也没意思。我瞧我儿子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我不如就死他前边，我就想扎这沟里边死，但是我又舍不得他，我这难受，我跟这我就难啊。别难过啊，我给你点银子。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这银子可都是卖药的银子，都是好东西，都是琥珀跟珍珠合的药啊。拿着回家啊，晚上我上你家去，我给你儿子治病啊，你听我的，你别死啊，别死，以后我老得上你家去啊，我有事跟你说。您别闹，这谁跟你闹啊，呀家走，等我去，快去。嗯，老太太站起来走了，和尚站起来乐乐呵呵的溜溜达达往前走，正走着呢，又打这边来一位啊，穿装打扮挺有钱，把路横住了。罗汉爷，干嘛呀？那死人是您知道我们那儿去了吧？有人说这是谁啊？列位，这是当地一个做生意的掌柜的。什么买卖呢？当年这个买卖叫化人场，现在说就是火葬场啊。有人说那会儿就火葬堆料，北宋的时候就开始咱们有这个火葬，一直到南宋的时候，整个杭州地区这种殡仪馆呢，烧人的地方有好几十家啊，国家还很提倡叫化人场。您看那个《水浒传》武松武大郎那骨头不就是何九叔给烧的吗？他就是化人场那儿。这主呢就是化人场的掌柜的，今天做买卖正忙着呢啊，又打外边噔噔噔推门进来死人，趴那儿等着烧啊。掌柜的直做压花子，这哪的事儿呢？跟前有几个伙计提醒说，这个事儿别人办不了，一定是啊济公他老人家派过来的啊，那就给他烧了吧啊。这么着给烧了，烧完之后弄个罐儿把骨头还装好了，说那我得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尤其是谁家的，要不要写名字，别回人家本家找来都不知是谁。他这么着掌柜的出来，没想到十字街头碰见罗汉爷了。您等会儿吧，那人是您打发过去了吧？
追追，我打不过去。烧了吗？您放心，烧得干干净净的，完事拿坛子都装上了。哎呀，别烧啊，那人还有救呢啊！咱没有这么逗的啊，类似的事之前您也办过啊，我们说不管烧，您还上这骂街去，对不对？这回我们办得这么好，您不能这样开玩笑。哎，这行没事啊，那个烧了就对了，你做了件好事啊。冲这件事儿，以后你一定能得一大胖小子。哎呦，真的吗？我什么都不缺，我就想要一大胖小子。对喽，你一定要多干好事啊，因为你这个前生前世啊，这个太爱占便宜啊，净做坏事了。我可不是吓唬你，你如果不做好事的话，以后你哪怕生了一个儿子，你这个儿子有问题。这句话吓坏了陆汉爷，我儿子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儿子以后你别害怕啊。我不害怕，您跟我说说。你要不做好事，以后你生完儿子，你这个儿子吐屎。陆汉爷，我做好事，我一定做好事。你好好做好事，哎，不修今世修来世，哎，不修来世你还修个噎死呢。我不能噎死啊。不是，你就好好的吧。打这儿起，化人厂的掌柜的真是干好事，城里十里八村的大善人。他那儿子后来也很有出息，当然了，后来他这个儿子长大了，爷儿俩还特意找了一趟济公。掌柜的说，我问你点事儿，当初您说我这孩子如果我不做好事，孩子吐屎，他为什么会吐屎呢？罗汉爷乐了，不，报反了。做好事儿，这东西有的时候善财难舍嘛，是不是啊？你告诉他，你捐100块钱，咱们帮助帮助这穷人，他不干。你跟他说，你这事儿不干的话，你出门拿车撞死，他就花3000万了，啊，善财难舍嘛，啊。这个把他安顿好了，罗汉爷看看天儿，心说得等着天黑了，我上老太太家去给他拿妖精。老太太姓冯。儿子叫冯世禄，在一个布店里边啊给人打工，每天呢从早晨出来给老太太安顿好了，他上那儿上班去，哎，晚上再回来，一走一天。他来来回回的时候呢，总路过这么一个小山湾啊，小山湾那儿有一窟窿，有一山洞，也没人拿这山洞当回事儿。他这天从这山洞这儿过，就听着山洞里边啊有风声，他也纳闷儿啊，往里边这么一探头，就觉得耳边像打雷了，又打雷又刮风又下雨，咣当一声他就躺下了。赶等再清醒过来，跟前站着俩姑娘，一个穿一身黄，一个穿一身蓝。书中代言这山窟里边啊有俩妖精，是两条蛇啊，一个穿着蓝色的，一个穿着黄色的，站在这儿啊，又好看，那是又狗狗又丢丢。列位，这是我形容女人好看最好的一个词儿了啊，长得漂亮又狗狗又丢丢啊，特别美丽。俩姑娘站在这儿啊，说你醒一醒吧，她刚才都晕了，这会儿坐起来了啊，哎呦，吓傻了。哎，两位大姐，哎呦，快起来快起来，站起来了啊，你怎么跟地上歇着呀？不是，我走到这儿我就突然间就晕了。哎呦，你糊涂啊，你到咱们家了怎么不进来呢？咱家我也不认识您二位啊，啊，怎么还咱家？哪有房子？你往这儿瞧，拿手一指，这是身后出拉一下子出了一大宅子。各位，您后来看这白蛇传的时候，白蛇冤许仙也是这么冤的啊，拿手一指你看看，哎，你看着咱们家啊，这是咱们家，你快进来吧进来吧。俩妖精变成俩大姑娘，一边一个给他拉进去了。这冯世禄今年18，列位，18岁的小小子啊，正是似明白不明白的时候，但是内心又充满了渴望啊，叫进去那就进去吧，怪臊等的啊，好害羞啊，进去吧。这儿一进来，好家伙，正当中桌子上摆着一桌饭，又有酒又有菜，
俩大姐姐陪着喝酒，啊，喝吧，连吃带喝，高兴，吃饱喝足了，俩姐姐劝他，天不早了，咱们歇着吧。哪儿的事儿就歇着呀？进了妖精的洞府，让歇着就歇着吧，啊，俩人拽着上炕休息，啊，休息了好几天。这天早上起来，俩妖精一瞧，哟，这人都走了损子了，啊，就这脸瘦的就一条了，哟，这可不成，这不能死在咱这儿啊，死咱这儿哪成啊？给他送回家去吧，啊，吹了一口气，咱也不知道念的什么咒语，冯世禄就回家了，咣叽扔到院里边了。老太太吓坏了，好几天儿子没回来呀，啊，啊，走到跟前看，这是什么呀？这是谁拽进来一麻袋呀？啊！扶起来一瞧，自个儿的儿子吓坏了，哎呦，连赖呀再拽，弄到屋里去，也问话也说不利索啊。你瞧这人要死，找大夫瞧啊，好大夫找了多少个，后来连跳大神的都找来了，有的说是有邪气，有的说这说那个，反正吃药呗，僵养了一段时间，哎，稍微恢复了一点儿，刚恢复，这俩大姐姐又来了，找到家里来了。说恢复的不错了啊，咱们又该歇着了。嗯，老太太那见过呀，这不对，这是妖精，这是妖精啊！但是你说完了不管用啊，你也进不去屋啊！啊，俩妖精外边一出气，老太太灯就出去了。这时间一长，眼瞅着冯世禄这身体又坏完了，老太太心说：“得了，我呀别活着了，我死去吧！啊，要不然的话，我瞧着我儿子没了，我更烟心，所以才有今天白天打算自尽。”让罗汉爷看见了，这么一个原因，所以这会儿天也黑了，罗汉爷上他们家来了。这一进门，老太太先磕了一个，我谢谢您，言而有信啊。那个上家来瞧我们来了，您看看，这就是我儿子哦，我瞧瞧，到跟前看看啊。这冯世禄躺在这儿，这眼都睁不开了，有出气儿没进气儿。哎，哎，别说，别说话，哎，别说话，不要紧的。这吃点药就好啊，吃点药就好。一伸手啊，罗汉爷在嘎着窝着就搓，在身上搓搓搓搓搓半天，搓出一大泥丸子来了，跟手里揉啊，揉完搁手里攥着，这百病全治啊。老太太又跪下了啊，您不能这样，我就这一个儿子。哎，这你不我求求您，别打岔啊！我给他下点药啊。这丸子，罗汉爷先搁着嘴里嚼，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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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嚼差不多了，吐到手里，掰这冯世禄这嘴，冯世禄都要死人了，这会儿闭着嘴。就不张嘴。罗汉爷气的这不知好歹的玩意儿啊，一捏鼻子张嘴了啊，往嘴里一放，哎呀啊，抓着下巴颏捏着鼻子，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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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咽咽咽，药丸子吃下去，这个人翻了白眼了，老太太哭了都不行了，完了，这回可省心了啊。哎呦，罗汉爷，您不能这样，我儿子，您别着急，一会儿就行了，一会儿就凉透了，别凉透了呀，这就行了，这就行了啊！等着，等着，等着，又等了大概十分钟啊，冯世禄睁眼了，哎，可臭死我了！哎呀呵，你看，你看，你看，你儿子，你看说话劲头也足了啊，这条命算是保住了，罗汉爷。我就觉得我这肚子拧得很，肚子疼，我得上厕所。你不能动啊，你可不能动，你知道吗？啊，你就这样，你要是想方便，你就在床上方便就行了啊。你使劲使劲。哎，罗汉爷，我不好意思，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二三，走。哦，好，行，挺好。你缓一缓，缓一缓啊，缓一缓。把这床被子，罗汉爷给卷起来了，啊。因为太脏了，啊，都是那个病毒什么的，卷好了，推开窗子，罗汉爷往外一扔，嗖，扔出去了啊，把窗户关上。那俩大姐姐在哪儿呢？嗯，老太太一指旁边那屋，他们家是里外间儿，
刚才来的时候啊，那俩妖精在跟前儿，罗汉爷一进门，这俩人再走走不了了，整个这房子天罗地网罩上了，俩妖精上内部躲着去了。罗汉爷一推这门，这俩大姐跟这哆嗦都成一个了啊！哎呦，那个怨他，罗汉爷都怨他，他出的主意。那个就急了，呸！没羞没臊的，不是你撺掇的吗？我撺掇了，你也没拦着我呀。那你还挺高兴的呢，这事就怨你，这事就怨你，你敢指我，你指我，我也指你啊！和尚看着，行了，这不要脸的啊！那个，现原形，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哎，好，哎，我们让您瞧瞧，就地一打滚，地上两盘蛇，啊，一个黄不筋的，一个蓝不筋的，这脑袋都这么大个儿。在地上盘着两盘啊，罗汉爷看看，叫什么名字？我叫黄素贞，你呢？我叫蓝素贞。你们这玩意儿就按色儿分是吧？名儿都一样，都叫素贞。有个白素贞认识吗？那是我姨。嗯，这不好听，我给你改个名吧。你叫香干，你叫面筋。哎，罗汉爷，您这叫打卤啊？啊，您给我们换一名字吧，香干面筋不好听。那行，因为改个名，希望你们俩以后学好啊。那这样吧，这个凡是蛇呀、蟒类的呢，你们是都希望着能成为龙啊。以后你俩就算龙子科的，好不好？啊，嗯，俩妖精还挺高兴啊。要罗汉爷您给个字儿吧啊，你等收完孝字儿再说吧，他不挨着这个啊，两回事啊。以后改不改，我们改，我们以后听您的话。罗汉爷一伸手拿出两个剪铁来，就像请柬似的东西啊，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揣好了。有一天这剪铁上放光，就是我找你们俩那会儿有用处。哎，谢谢您了啊！这滚滚蛋滚蛋啊！一阵狂风，这两条蛇就没了。罗汉爷打这屋出来到这儿来，再瞧瞧冯氏禄都能坐这儿，坐在床边。哎呀，老太太给弄了碗热水这儿喝。我怎么谢您？你先别谢我啊！外边有妖精找咱们打架来了。怎么又有妖精啊？你们别出去，我看看啊！推开房门。济公就出来了，站在院子里一瞧，半悬空中，真来妖精了，来了一条蛇，这脑袋跟八仙桌子那么大个儿。您琢磨，脑袋这么大个儿，那身子得多憨，跟水缸似的，半悬空，阴云笼罩，站着一条蛇，蛇脑子上有一床被窝，一脸的屎。刚才扔的劲儿大了，啊！蛇打着过正扣脸上啊。济公这时候看他，他这看济公。有人说怎么这么些个蛇呀，嗨，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啊，这还真是个蛇。但这个蛇跟刚才那俩不一样，这个还有故事。它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莫干山。莫干山在哪儿？各位有人知道吗？啊，有人不知道哦。好，太好了，这就得给这样的人说书啊！你一说，他说知道，这没法干了就啊。莫干山嘛，想当初吴王阖闾造宝剑啊，这个干将莫邪嘛，两口剑出在那儿啊。那个故事太复杂，咱今儿不说了。你说完之后是说不完，挖坑不合适啊。反正莫干山这儿呢，出蛇出的很多啊。茅山有一位道士叫蒋云。他到这个莫干山去捉蛇，捉蛇配药，就发现的呀，这儿蛇特别的多，而且呢质量特别好，比别处的都强。刚到这个莫干山这儿，一瞧那儿有一老大爷跟那儿种地。蒋云一看他这脸，说你留神呐，这两天你可能得死于蛇毒。老大爷还不信呢，不能吧，你放心，你够呛。蒋云说完就走了，这大爷跟着干活，突然间有条蛇窜出来咬腿了，哎呦，还挺疼。干着活呢，手里有镰刀，
就把腿上的肉弯下一块来就扔了，弯下这块肉也就这么大，像一个象棋子儿，哎，把血挤干净了就算活了命了。啊，过了两天他又过来干活，在地上看见自己扔那块肉已经长成这么大块了，自个儿觉得纳闷，这玩意毒太大了，撅了一根树枝一扎，这肉自己的肉已经肿了这么大，一扎扑一下子往外喷这个血水，整滋在眼睛里边，当时就看不见了，回家之后流黑水然后流血水，当天就死了，这也是命中造定啊！就说此处这个蛇呀特别厉害，而且莫干山这儿这个蛇有两个啊，有一个蛇王，有一个蛇后，两口子。这个蛇王呢个儿不大，这么大，你别看他小，他是蛇王，他特别聪明。这个蒋云收蛇，他得念咒，他一念咒呢，这蛇王拿尾巴呀就把耳朵堵上不听，啊，所以逮他费很大劲。蛇后呢有一特点。每天得上树，从树上往下摔，摔下来摔着粉末一样，一个时辰呢自个儿还能合成一条整蛇啊，所以蛇王蛇后都逮着之后配药那太棒了。反正简短截说吧，因为蒋云拿蛇这个事儿很麻烦啊，简短截说他把这蛇王蛇后都逮走了。他走的时候蛇王蛇后有一个儿子啊，有一小儿子，这小儿子呢父母都让人弄走了做医疗器械去了啊，生这孩子山上来一放牛的孩子把这小蛇捡走了。这孩子是个傻子，傻子天天拿这蛇跟着玩啊，也给他拿鸟蛋呢，拿鸡蛋喂，所以他跟个傻子长大的。要不说这个孩子童年这个成长啊非常重要啊，你看他爸爸蛇王，他妈蛇后，他跟缺心眼的长大的，所以长大之后呢他有点弱智，还自个儿宠自个儿啊，你妖精都有名字，他给自个儿起名叫大宝宝啊，无论什么动物一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大宝宝，自个儿贺号叫英雄中的英雄，就这么一个缺心眼的玩意儿啊。后来这满处都去吧，还认了一干妈，这干妈是个狐狸精，因为这干妈跟他那亲娘那蛇后啊好姐们儿啊，后来说得了，你看我管你吧，就把这缺心眼的这个接到狐狸洞里去了啊，我得教你啊，他要跟人学变这个变那个，实在智力不够啊，这学了好几年呢就会变门栓，一说变腾一下子变门栓，狐狸说也没别的用，天天晚上拿它锁门用，哎，一擦黑人家他这姨狐狸姨跟他说啊，天不早了孩子上班吧，腾就别的门上，就那么个缺心眼儿啊。他逐渐就长大了，长大了呢这动物也有这个心呢，他就打算搞对象，就看上黄素贞蓝素贞了，找人去了，我爱你们俩，那俩人说你爱谁呀，谁都行，说你挑一个挑不了，俩都得是我的。那俩说那也不是不行，那凭什么呀，你有什么能力呀，我会变门栓啊，疼。那俩有心催他吧，觉得不合适，说我们不能跟门栓结婚呐。我说那怎么办，你怎么也得像个人样才行，但他那个智力想变人，今生今世都很难啊。后来回去跟这个干妈跟这老狐狸哭，老狐狸说你这要变可不容易，你先附体吧，对吧，你先找一小伙子附在体上，哎，这些日子附在小伙子体上，小伙子呢被济公火化了，就这么简单啊，天下的事儿啊就是这么简单啊。火化之后他很生气啊，自己的生活家庭爱情都毁在和尚身上了啊，所以今天上这儿来，他围着这个房子上空啊飞了半天了，他自己想过怎么下去能让这和尚害怕啊，自个儿跟自个儿锻炼啊，你如何如何使线啊，凝眉瞪眼，哎，正开心呢，来一被窝卷儿糊脸上擦的屎啊啊，就这会儿功夫罗汉爷推门出来了啊，看着他很可爱啊，这叫什么名字，英雄中的英雄大宝宝，和尚差点没吐了啊，没羞没臊的玩意儿啊，就该干嘛干嘛去啊，你看不起他这不行，急了，因为英雄是不可以被侮辱的嘛啊，我跟你拼了，往下就冲啊，好家伙，后边这尾巴啪啪啪啪甩啊，你想象啊，和尚那是罗汉能在乎这个吗，拿手一指，叮
定住了啊，定是定住了，就是后边俩尾巴不能动了。他原来是脑袋往下扎，这尾巴后边甩，这一下呢，尾巴是直的，啊，脑袋来回甩，一会儿就晕了，啊，和尚挺爱看啊，歇会儿，嗯，歇会儿啊，打上面直接下来，这个冯家这后院啊，这旮旯这儿是一粪坑，他不光是他们家粪坑，就这一片啊，都跟那儿啊倒东西，倒什么脏东西、排泄物啊，就这一下子他下来，尾巴下去了，脑袋在上头，等于这蛇这么立着下，整个都坐在这粪坑里边，这粪呢到脖子这儿，啊，和尚过来了啊，站在这边上，拿手一指，嘿，一指他害怕，脑袋就下去了，哎，一会儿就上来了，哎，和尚跟人斗，噔噔，他这一斗他嗯嗯嗯，得有一个钟头。最后妖精站起来了，我实在吃不了了，我实在吃不了了啊！和尚看看他，滚滚滚滚滚滚滚，赶紧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啊！好家伙，打这粪坑里边拔地而起，飞走了，飞哪儿去呢？回狐狸洞，找他那姨去，啊！一进门，搂着这姨，搂着狐狸，委屈啊！他们欺负我了。狐狸气坏了，怎么那么脏啊，怎么那么脏，弄我一身这是什么呀啊。他来的时候他这姨坐在屋里正哭呢，为什么哭呢？这里边有一个小插曲，有打京城啊来了一个官，工部侍郎周恩华周大人奉圣命去往福建莆田，到妈祖庙要献一只戒指啊。妈祖庙大伙儿知道，咱们老说老娘娘庙，跟他们摔娃娃你说的不是一回事啊，那是两回事啊。凡是走水路海路的船员什么的都供奉妈祖，您到天津去看看妈祖庙天后宫，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妈祖是北宋时候就有的，按岁数来说妈祖比济公大190岁啊，也是神仙。这个老太后呢，皇上的妈呢，之前啊坐船出去差点出事，海上风浪太大，结果呢就是迷迷糊糊的，妈祖显圣把他救了。老太后回来之后心里很感激，自己有一个金刚钻的戒指，就跟手下人说，你们谁去趟福建到湄洲岛啊，莆田那儿，那是妈祖庙，把他献到那儿去，聊表我的一份心意。正好赶上了这位工部侍郎周大人巡查河道，就从那儿把这活接过来，带着这金刚钻的戒指又打这出来要去福建。他路过杭州这儿半截就停了一站，因为船不能老在水面走啊，到了哪儿就停一下歇一天半天。这一靠岸呢，地方官就说了，说我们这四方山上啊，狐仙呐特别的灵验，而且我们这个山上啊土地城隍也跟别处不一样，包括我们山顶上的观音啊都是跟别处不一样，都灵得不能再灵了，是有求必应。哦，好啊，那既然你们山上这么多庙，我逢庙烧香啊，见神就磕头。这么着，周大人要上山，开始在山脚下什么土地庙啊什么的都拜完了，得上山。上山的时候要坐轿子，地方上人说您不能坐轿子，哎，这底下这几个庙没事，您要拜观音必须是步行上去。为什么呢？没有人呢能坐轿子上去，对菩萨不尊敬。你要坐轿子上去，半截这轿得折。周大人不信，没听说过，京城也没这样过。坐轿子上山怕什么？坐，坐轿子上山拜观音，走了一半，咔嚓一下子，轿杆就折了，把周大人打轿子里边扔出去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阿弥陀佛啊！得了，得了，那咱们走上去吧。这才走上去，走到山顶啊，这个寺里边啊，这是供着观世音，但是呢这个幔帐是撂着的，说这个要烧香为什么不让撩开看呢？和尚就说，说不能看，我们这个塑像跟别处的观音不一样，艳丽非常，恐怕凡人看见之后啊
他走别的心思，不能。既然是菩萨，有什么不让看的？我得瞻仰瞻仰观音菩萨。打开吧，把帘打开了，果然，这尊观世音的佛像不一样。哎呦，艳丽非常，眉梢眼角啊，这个状态就不对。周的人就愣住了，就跟这想，想了半天，我怎么看他眼熟呢？嗯，想起来了，因为之前有一次张天师进京要参王拜驾，张天师在京里边文武百官都经常去聊天去，周的人也去过。有一次跟张天师聊天，就在张天师台阶下边跪着一个女的，说这是谁呀？张天师说这是个狐狸，他要干嘛？他要求一些香火，说您给他吧。嗨，给他怕他以后惹祸，得了，您看我的面子吧，你看他跪那多可怜，外边下着大雨刮着风，一个妇道人家，你甭管他是狐狸是什么，您给他几年香火，让他也想一想富贵。张天师说得了，你今天给他求情，有一天你倒霉到他身上，给他3年的香火。这女的磕了个头走了。所以今天周大人仔细一琢磨，不对，那一天跪在天师台阶下的妇道人家和今天神龛上的观音菩萨一模一样，拿手一指，3年了，你忘了吗？想当初我给你求了情啊，许了你3年香火，你不但不报恩，还把我的轿子弄折了，你还有天理没有？话音刚落，这观音像咔嚓就碎了，所有人都傻了。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大人摆摆手，你甭管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只有我知道。气冲冲的又打这儿出来，咱们书中代言呢，就是那位狐仙啊，借了3年香火，在这儿假冲观音，这儿没有了，只能回自个儿洞里边哭，哭得正难受呢。傻儿子进来弄地身屎，就这么个原因啊。把事儿一说，哎呀，狐狸也气坏了。其实这不像话呀，这个啊，甭说别人，现在说我自己，这傻子你不用管他，他也就那样了。我怎么办？没有香火了，以后我上哪儿去？我想来想去，恨谁呀？恨周的人，就恨周的人周文华呀，就是他的事儿。好嘞，你不是走水路吗？你可别怪我，我给你搅和搅和。这个妖怪啊，他也互相有穿乎，甭管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他们也有，就跟说相声是一样的啊。你是哪个团的啊？你是哪个单位的哈？咱们互相，咱们得吊起膀来，咱们得如何如何。哎，他也是讲究团结的啊。所以说啊，狐狸回过头来找自个儿的姐们儿，果不其然，当天周的人这儿就出事了。周的人来的时候不是带着那个老太后给的金刚钻的戒指吗？啊，这拜完山再回去，上了船，大管家周福过来了。大人跟您说，戒指丢了。啊，什么丢了都行，那个不能丢啊，那是奉圣旨的一个正事儿，那是得搁在庙里，您搁不了庙里边，没了。怎么会没的？来了一个大姐，穿着一身黑，就上船来晃了一下就没了。哎呀，干了，咱们这可欺了君了，有物亡命，这可怎么弄啊？啊，大人跟这儿顿足捶胸，正难过呢，一回头，大人愣了，旁边坐着一和尚，也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啊。和尚脱了鞋跟这正搓脚呢，啊，您是怎么呢？呛得慌啊！您是，我看看你嘞，你挺好的啊，我挺好的。您是哪儿来的呀？嗨，不重要啊，我来给你帮忙来了。不是，你给我帮什么忙？你们谁认识他呀？官船上来一和尚坐着搓脚，谁受得了啊？你是这个船每到了当地，有当地的地方官要给送吃的呀，补充一些个东西，所以有人认识，就赶紧把周福叫出去了。那可不是一般人，那个罗汉爷，怎么来怎么去。把事儿一说，周福赶紧进来了，咕噔就跪下了。大人呐，这是罗汉爷啊，这个济公长老啊，这他老人家，你看咱们这事儿。哦，是是是，知道吗？耳朵里灌满了，没见过。哎，因为他这个工部侍郎啊，他什么水利的事、河道的事，常年在外，他不怎么在朝里待着啊。一听这个，赶紧过来了。哎呀，这个罗汉爷，我得求求您，您给我帮忙啊！别着急啊，你这事很简单啊，一会儿就行了啊。你往那儿看，啪，
拿手一指，大伙儿往外一瞧，就在水面上边来了一位金甲天神，手里边抓着一个女人的头发，这女的一身黑，抓着头发在水面上就飞着过来了。来到这儿，天神没进来，一抖手，啪，这女的就扔进来了，整个扔在船舱里边啊，都傻了。哎呦，我的天爷，这是什么呀？罗汉爷乐了，起来，这穿一身黑好，要想翘一身皂，哎呀，男要翘一身皂，女要翘一泡尿，不是一身盘，挺好看啊。他跟这瞎说，这女的一不楞个站起来了啊，头发上都是水啊，披头散发啊，看看两边，转身就要走，走是走不了，为什么呢？他打一进这个屋，罗汉爷做法，整个这船就罩上出不去。好家伙，连撞了几撞没出去，站那就傻了。再一回头，瞧见济公了。你看那个周的人呢，连着几个差人，他不怕，他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你是什么人？你不认识我啊？你再仔细看看，你放老娘走！你是我娘啊！我也是打小没看见你啊。我也没想到，你抱抱我吧。哎呦，感情妖精也害臊啊。呵，真着急了，一张嘴啪，真往外吐东西啊。各位，这么大个水晶球啊，吐出七个来，啪啪啪啪啪，这个很可怕，真的。你甭说他，各位您看，您各位屋里哪位哈，一摘口罩啪啪啪啊，你让他赶紧戴上是吧，很厉害。那么说这是个什么呀？列位，这是条乌鱼精。我不知你哪位吃乌鱼啊，民间有传说，小孩不到16岁不让吃乌鱼。乌鱼头上有七星，过去来说呀，比如说天上啊什么哪儿凶神恶煞犯了错误了，打到凡间来才让它变成乌鱼呢。它这个呢得有4000年历史了，想当初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有它，但是没害过人。他这个七星啊，是脑子上这七个斑点儿，对着这个太阳啊、月亮啊、吞气啊，修炼500年能亮一个，这七个是3500年，刚练好。但是有一节，他这种修炼是纯阴的，所以他成不了正果。这狐狸跟他是好姐们儿，啊，没事俩一块儿喝茶呀、聊天、吃饭呢、看电影啊什么，下午茶什么的哈。老劝他，你得啊，哎，这个采阳补阴，你得这个，你得那个，老劝他。今天又找他了，说他那儿有一个戒指，这个金刚钻乃是纯阳之物，你得了那个，你阴阳相协和，你一定能成功。就是因为这句话，他才来的。白天上船来，把他拿走了。万没想到，落在罗汉爷这儿了。啪啪啪，往外一吐，这七个宝珠吞出来之后，济公乐了。济公那是活佛呀。活佛也会念咒啊，阿弥陀佛，摩佛哥，对不起，年头多我都忘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反正念咒吧。这一念咒啊，这个济公这俩眼睛出两只手，鼻子眼出俩手，耳朵眼出俩手，嘴里边一个手，整是七个手，七个手接的七个珠子，一下接在手里边啊，这一吐全在手里边攥着。再瞧这乌鱼精傻了，怎么呢？这个东西您想一想，就跟狐狸吐丹似的，它全靠这点东西了。这个没有了，那就是菜，啊。对啊，你想有这七个珠子你是神仙，没这个你就完了，对不对？等着吧，凉菜上完就是你啊。真害怕了啊，就知道对方惹不起，孤灯往这一跪，哎呦，那个你我。我也不知道您是谁，我求您原谅我啊！我修炼好几千年，我也没害过人。我那个，我没想到您给我一条活路吧。罗汉爷乐了，你看倒霉倒霉，那狐狸精身上知道吗？啊，这样吧，以后啊，你还有用处啊，我留下一个在我这儿，那六个先给你，完事我给你一个剪贴，有朝一日剪贴要是一亮了，就是我找你。找你来必有大事所为，到那会儿成了咱们再说后头，我保你成正果。我这谢谢您了，梆梆的磕响头，给了他这六个球之后，这主一翻身顺窗户出去，掉到水里边就走了。哎呀，
周大人说：“您这就放他走了啊？我放他走，那戒指还没留下来呢。”哎呀，忘了啊！您不能忘了呀！这咱留了一大个，大个都不管用啊！我不要这个，我要那小的，小的在这儿了啊！一伸手掏出来了，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他！哎呦呦，阿弥陀佛，圣僧，我谢谢您，你别谢我啊！马上要出大事了，你这怎么来这么个喜讯呢？啊！你往外看，拿手一直窗外边，回头一瞧，这水啊得够十丈，在水面上站着一个东西，人脑袋龙身子。有人说有这个东西，哎呀，各位，您上动物园看看去，它怎么能有呢？这故事嘛，你不能真有啊，是不是啊？都傻了啊！人头龙身子站在水面上，后边跟着十丈水。有人说这是什么呀？您记住了，这叫龙瑞人啊！龙瑞人，妇道人家得了龙气之后生的孩子，这东西只要是一落生，直接就下海。那么说他为什么要来找济公呢？因为济公前世是降龙尊者，跟着如来佛过海的时候啊，他除了迎接来，如来佛跟他逗着玩，这个东西小心眼儿，一直怀恨在心，多少次憋着出来打架来了都没成功，今天他来了，他往这水面一站，罗汉爷开心了，我得跟他玩玩啊！推开船舱往这一走，突然间发现就在船舱上边站着一只麻雀。各位，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只麻雀。怎么呢？平常的麻雀都是两个腿跟着蹦着走，唯独今天这个小麻雀跟人似的，一步一步往前挪。别人没往心里去，济公吓坏了，我的天爷，这个事儿啊怎么办呢？